啊，你今日要唱的歌嘛，无法度一定爱附唱阿妈来听，因为我有主题限制嘛，哈。啊你选的哪一首？我今天选陈建伟老师帮李千娜写的《爱买令狗》。那我会选择这首歌的原因，是因为其实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，我就非常喜欢它的旋律。那歌词的意境，我自己个人理解是，它是一种状态跟情绪，就是对于爱情的那个感受。那我自己我觉得我很符合这一首歌曲，因为它在爱情里面是非常无所畏惧、潇洒，就不喜欢跟你在没有暧昧关系，我有爱就大声说。有时阵笑你无。